嚟自中國精品海鮮餐飲連鎖機構怡香春竹餐廳品牌市場已經拓展到中國多個城市，而家喺北京、天津、上海、無錫、杭州等地駐足，並且將會繼續喺全國拓展怡香春竹品牌，令到更多顧客可以品嚐上乘嘅海鮮美味。如今第32間嘅分店，海外第一間嘅怡香春竹海鮮樓已經進駐咗美國洛杉磯華人聚居嘅 Arcadia 斯啦。怡香春竹海鮮樓在日前舉行開幕典禮，應邀出席的嘉賓雲集，有加州眾議員周本立、 Arcadia 市副市長市議員戴守珍、 Alhambra 市長沈時康等人。怡香春竹出品精良，以獨特的擺盤營造有人的賞景用餐氛圍，選用最好的食材，做最好的佳肴。今天他們來到美國的話，他們把他們的佳肴帶來，因为他们在国内现在很注重养生，健康清淡的菜肴，所以呢，他们能够把它引进到我们美国，特别是在洛杉矶，在 Arcadia 第一家开幕，所以呢，非常高兴他们能够加入我们的中餐行业。我们的主要这个菜系呢，我们叫海鲜制造。这海鲜制造就是把海鲜，顾名思义就是把海鲜做成造型，呈现在这个顾客的面前，美轮美奂，很漂亮。这个呢也可以呢拿小火锅涮，也可以呢生吃，这个呢都是比较好的，比较健康的。我们呢在这里呢也结合当地的情况，我们在这里也设了精品的粤菜，因为呢我们这有12个豪华的包房。怡香春竹倡导的一种健康的饮食方式，科学、营养、环保、新鲜、养生，预防胜于治疗。养生是一种严谨的生活态度，亦都是绿色环保的生活理念。天下卫视编辑报道。